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最近横店的天气持续高温，温度飙升至40度，连一向抗热的诚毅也不得不屈服在这酷暑之下。为了应对这酷热天气，诚毅选择了穿他最爱的老头衫，这种轻便舒适的装束让他在高温下也能稍感凉爽。诚毅这几天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开始一天的拍摄工作，想住这么早的时间点，果果们应该还在梦乡中。他心里盘算住，这个时间点上班一定不会被粉丝们抓包，于是便放心大胆地穿上了老头衫。然而诚毅显然低估了果果们的热情和执着，尽管早上5点钟天还未亮，果果们却早已准备好迎接他们心爱的偶像。在诚毅准备出发的那一刻，他惊讶地发现果果们已经整齐地守候在横店的拍摄现场，等待他的到来。果果们的热情难挡5点钟的惊喜，果果们的早起彻底打破了诚毅的计划。在他以为可以安静地出发时，现场却涌现出一片热情的呼喊声，诚毅，诚毅，诚毅。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自己5点多的早起班竟然被粉丝们捷足先登。果果们看到诚毅穿着老头衫的样子，纷纷表示大饱眼福，现场一片欢呼，大家拿出手机拍照留念。诚毅的老头衫造型瞬间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，诚毅自己也忍不住笑了，开玩笑地问道，你们5点多干嘛不睡觉啊？粉丝回应，为了见你一面，值得。果果们的回答让诚毅感动不已，当然是为了来看你啊。粉丝们的真诚和热情让诚毅更加珍惜这份支持与爱，他明白这些早起守候的果果们不仅仅是为了看他一眼，更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支持和喜爱。高温之下的温暖互动，虽然横店的气温高达40度，但诚毅和粉丝们的互动却让人感受到阵阵暖意。在这炎炎夏日，诚毅的老头衫造型不仅带来了清凉，还为粉丝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。果果们的热情和支持也让诚毅在这高温下倍感动力。诚毅的感慨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诚毅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道，果果们的支持和热情让我非常感动，无论多早，无论多热，只要看到你们的笑脸，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表示，粉丝们的支持是他不断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。粉丝们的回应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果果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留言，表示无论多早多晚，无论多热多冷，他们都会一直支持诚毅。一位粉丝写道，为了诚毅，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只要能看到他就觉得幸福。另一位粉丝则表示，诚毅是我们的骄傲，他的努力和敬业精神值得我们用心去守护。诚毅与果果们的互动不仅仅是偶像与粉丝的关系，更是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。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清晨，诚毅的老头衫造型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美好记忆。诚毅用他的真诚和努力赢得了粉丝们的支持，而果果们则用他们的热情和守候回馈了诚毅的爱。这一刻，诚毅和果果们的情谊在高温中升温，成为娱乐圈里一段温馨感人的故事。无论未来的路有多长，诚毅和果果们都将继续携手前行，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